可还可以啊，特别错。哎，我跟你说，喝点什么？你说，我跟你说，这种小事儿，哎，我看那个别墅老公，你老公给我点赞了。你什么时候加他微信了？你结婚的时候呀。给我删了，怕什么？你看你老公都这么支持你，说你要找什么灵感啊？如何施展女性的魅力，新反派获得秘密，打起精神来，让你看看本仙女的魅力。学着点儿。你在干嘛呢？你是苏简安吧？我是你的老同学张俊凯啊。张俊凯，你来这儿做什么？老同学，喝两杯去。可我不会喝。能告诉我一下你的秘密吗？你怎么还这么沉？乔萝卜，看，这是来自爸爸的祝福。看我苗不苗条？再喝一杯，我就告诉你我多重。就会真的求到了。